我们看啊，这里有一题是说哈，这椅子它会转动的、啊。这个人哦，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哦，这椅子它会转动的。然后他拿一个什么呢？拿一个那个像方向盘的哈、啊，手持呢那个什么呢？一个车轮的哈、啊，像方向盘的车轮在转动。然后他本来哈、哦，他的角动量哈、哦，这个车轮角动量是这个方向。结果呢，他哈、哦，他把这个车轮哈、哦、转一个角度，让角动量的方向呢跑到这里来。他跑到这里来的话，那因为我们知道说哈、哦，这个系统啊，人家这个轮子系统哈、哦，在这个转动方向是自由的，没有力矩，所以这个转动方向的呢角动量要少。好，那、现在哈、哦。他现在什么？他现在角动量的话呢，往这边偏，这边偏的话代表什么？代表他牵指方向的呢，角动量的分量呢减少了，好、哦，就这个轮子啊，在牵指方向的角动量分量减少了，啊，这个要让什么？要让这个人补齐啊，所以这个人呢要这样转，要这样转的时候的话哈、哦，这个减少的角动量的话才能够补齐，所以这个人要这样转。那这样转的话呢，就是逆时针，所以答案的话呢是选 B。